花莲市仁爱街与无名路口，一部机车沿无名路往南直行，与另一部机车沿仁爱路往东直行，双方于路口发生碰撞，那造成两名驾驶受伤，那其中一名的伤势比较轻微，另外一名的伤势较为严重，目前仍在医院救治观察中。经调查，双方皆有合格的驾照，且经检测，双方都没有酒精反应。那详细的肇事经过仍在调查当中。